好，我过去看看，有需要支援跟你说。请问有人在吗？爸，你看这瓶四十几年了，好久哎。你们知道吗？世界上有个奇幻的太平市，可以去的地方了吗？能把人生浓缩成七日，人命运时好时坏，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欢迎来到太平市。爸的照片呢？换了个蓝天白云。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吉时。那我一个案子到底搞定了没？良辰吉时。